本期讲解一个不会剪辑也能做短剧推广搬运全流程，短剧推广搬运详细教程啊。最近短剧是特别的火，不管是翻销还是私域，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，很多人辛苦剪辑解说还是被判成无二创作品，加上推荐不给推荐，或者没就是没有流量。现在这个团队是做制作出来的搬运教程，把爆款直接搬运挂在链接导出去可以啊。这个是搬运随便发啊，就是几千的播放。如果新手不擅长解说不擅长剪辑的话，可以试试短剧搬运啊，非常简单。这是整套教程，包括短剧搬运的这个文字介绍，还有这个视频介绍，视频是800多兆，大家看看非常大，讲得非常清楚。如果需要本条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短剧推广搬运啊，就可以下载本条教程了。